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很高很帅的 model， 那时候第一印象。然后后来才知道，哇，他年纪居然比我小。什么意思？怎么没想到？什么意思？我看起来就比你小，好不好？那哎，你那么高，还看起来还好吧？但是我很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会跟 Vicky 姐聊说，就是哎，最近身边有没有什么可能适合演艺圈的朋友啊？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刚认识莉安，但是我会跟姐说，哎，我最近有认识一个蛮帅，好像蛮适合演艺圈的朋友。然后我就跟那时候我就跟 Vicky 讲了这件事，然后就哎。然后你就被牛奶哥牵走。哎呦！其实那时候我看到善存，我觉得哇，这个人很稳重，很稳，然后讲就是蛮文青的感觉，静静的。然后那时候跟你聊，也没有太多话。然后透过聊天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个人蛮有内涵的哦。对啊。好好说话，现在是努力在想。我记得啊，我还记得，好不好？好在那边，印象深刻哎。就我发现善存的嘴唇蛮软，爱亲我的感觉如何？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像棉花糖，就软软甜甜的。啊，害羞啊。一层进到陈柏仁的灵身体，哎，是萧立善，哎，他没有说，我就是萧立成。如果萧立成进到陈柏仁的灵魂里面的话，我就打开陈柏仁的手机，把他的所有的男性友人全部删掉，女性友人也全部删掉，就只留一个立成。立成，在约别人吃饭呀？那本人呢？本人呢？我应该会去你的衣柜把你衣柜里面所有衣服都搬到我家了。啊，我在啊，没有，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啊，啊，对啊，对啊，我就会把它藏到可能我家的某一处，然后放回来的时候，我就把你衣服拿走。所以你要透过交换灵魂，然后偷窃，是的意思吗？我可能会送你一幅画。哎呦，跟我学我。哎呦，不会再送你一幅画哎。你想送什么画？我可能会想要画我们两个人，藤木仁跟萧立成的一个画。因为是我们两个共同回忆嘛，然后我们都很投入在这个情感，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收到这个画的时候，就可以想起我们的回忆。我会想用，就是用那种。我会选好我觉得属于你的颜色，然后用倒进去，然后用它流的方式，流动。我想让它随机产生，然后只要因为对我来说，只要是你的颜色，结果是怎么样都好。我觉得还要加入你的颜色，你们融在一起。我会是像流完之后，我会加入我属于我的标签了，就是我这你的标签啊，对，不要你的标签，要你的颜色。好，OK， 我可以加，可以。好那你要告诉我你是什么颜色啊？我是什么颜色？这样子，我不会告诉你啊。就是我给你的时候，你就拿就好了。你最喜欢哪个角色？我喜欢萧立成什么角色 ？Of course， yeah。那你呢？萧立成那个角色？没有啊。藤木仁，喜欢藤木仁那个角色。不行了。
好啦，那我让你弹一次啊。不要啦，不要不要。好，我弹我自己啊。还是凯特弹凯特。不然那你示范一次给他看什么是弹额头。不行啦。可以。他戴头套。头 OK 啦 ，OK 啦。试试看，挺温柔的。温柔，你说这样这样吗？都可以。我都彪悍了，怎么弹啊？还有那一段，那个就是我之前一直讲说，我拉那里，然后拉你，然后就突然撞到鼻子那一段。哎，那一段我真的是看到的时候不自觉的笑出来，我觉得我鼻子好痛。哦，终于回，就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喜剧的阶段是配着课堂一起。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吧。之前是喜剧嘛，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互唱，然后现在是喜剧，然后我们一直在散发课堂。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就像是一般正常的大家现实社会中你们的情侣生活一样。嘉威说：“想请问。”
say when you meet the love of your life, time stops. Love is passion. Love is passion. Love is passion. Obsession. Obsession. Someone you can't live without. Someone you can't live without. I say, fall head over heels. Find someone you can love like crazy and love you the same way back. The same way back.